好，大家早晨。大家早。我哋今日开始读诗篇五十四篇。今天读诗篇五十四篇。我俾呢篇诗篇嘅题目系。我给这篇诗篇的题目是。看见神。看见神。我的帮助者。我的帮助者。请喺呢一句下边咧，呢个标题下边咧，看见。你一个 underline， 即系表示系一个字，就是在这个句子里面所看见，下面有一个线，表示这是同一个字。看见，看见系一个字，是一个字。神系一个字，神是一个字。我的帮助者一个字，我的帮助者是一个字。系按照原文咁样去对照咁去翻过嚟，这是按照原文的对照翻过来的，就系第四节嘅前半啦。就是第四节的前半，神是帮助我的，神是帮助我的。他原文是看见，他的原文是看见神，神我的帮助者，我的帮助者。See 或者 Behold God my helper， See before 或者是 Behold God my helper， 看神，神我的帮助者，我的帮助者。哇！呢句话系最重要嘅。这句话最重要。系整篇诗篇第七节入边嘅 centerpiece。就是诗篇的这个金句。系中间嗰一节啦。最中间的这一句。亦都系第二大段嘅开头。也是第二大段的开头。所以我就用呢一个成为嚟贯穿全文啦。所以我就用这一节这个来当题目贯穿全文。系。亦都好切合我哋現在嘅境況，也很切合我們現在的境況。亦都係看見二零二零，也是看見二零二零。我哋看見神，我們看見神，看見神係點咧？看見神怎樣？我的幫助者，我的幫助者。所以是字咧係補上去，所以是字 understood 啦。這個字是補上去的 understood， 但冇個是字咧就好靚啦。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事，这个字就很美。看见神，看见神，我的帮助者。我哋要睇，我们要看，睇到神，看到神，我嘅帮助者，我的帮助者。阿门，阿门。呢篇诗篇，佢系诗题系西弗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么？那时大卫就作这吩咐诗交于灵长啦。这篇诗篇是西弗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这里藏身吗？”那时大卫就做这个训诲诗，然后就交给灵长。这篇诗篇是归在大卫的诗，这篇诗篇归在大卫的诗，亦都是他的背景是大卫在西弗旷野逃避扫罗的时候。这个背景是大卫在西弗旷野逃避扫罗的时候，西弗人就想去找扫罗，西弗人就上去找扫罗，说大卫是躲在我们那个旷野里面，说大卫是躲在我们那个旷野里，你随时下来吧，你随时下来吧，我们就亲手捉了他交给你，我们亲手把他抓了然后交给你。是大卫是被扫罗追杀，大卫是被扫罗追杀，扫罗就对西弗人讲：如果他真的在犹大边咧，就算系千门万户，我都要将他捉出嚟。扫罗就对西弗人说：如果他真的在犹大里面，我千门万户我都把他抓出来。西弗人要将大卫交俾扫罗，西弗人要把大卫交给扫罗。扫罗就系我落去，我同你哋一齐。扫罗就说：我下去，我跟你们一起。西弗人话：我真系交俾你。西弗人就说：我真的把他交给你。扫罗话：我同你一起落去。扫罗就说：我跟你一起下去。如果他真的在这个地方，如果他真的在那里，只要他在犹大，我千门万户我都要将他抄出来。只要他在犹大，我千门万户都把他找出来。扫罗的决心，扫罗的决心，西弗人的决心，西弗人的决心。其实这个时候的大卫呢，他就逃难。这时候的大卫是逃难中，他不断的逃啊逃啊，不断的逃。从一个城市逃过一个，逃到树林，再逃到旷野。从城市逃到树林，逃到旷野。现在真的好像走投无路咁嘅。
真的是像走投路无路一样，是非常之艰难，非常的艰难。这首诗篇是用大卫这个背景来写出来，这首诗篇是用大卫的背景写出来的。这首诗篇其实是讲一个人他是很无助，这个诗篇是讲一个人他很无助，很贫穷，很贫穷，无依无靠，无依无靠，好像大卫在旷野无依无靠，好像大卫在旷野无依无靠，旷野都不能够保护他，旷野不能保护他，已经去到这样的境地，已经到这样的地步，而人还要卖他，而且人还要卖他，有黑暗的权势又要追杀他，有黑暗的权势要追杀他，是好像没有容身之所，好像他没有容身之所。一个人去到这样，一个人到这样的地步，他应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是讲到一个人去到这么低这么低这么低的时候，是讲到一个人到一个这么低这么低这么低的地步，他对神的祈祷，他对神的祷告，所以用这个诗题，所以用这个诗题，用这个背景，用这个背景来点出这首诗它的重要性，来点出这首诗的重要性，它的精神之所在，它的精神之所在。我们很容易就说，这首就是大卫的诗，因为诗题是这么说，大卫写的。我们很容易就说，这个诗题是这样写的，这是大卫写的。事实上是用大卫这个背景，其实是用大卫这个背景，来描述一个困苦人，来描述一个困苦人，他的艰难，他的艰难，还有他应该怎样做，还有他该怎么办，都是很有教导性的，很有教导性，就教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就是教我们今天该怎么做，教以色列人应该怎么做，教以色列人该怎么做，在你的困难当中，在困难中，在你无依无靠的时候，无依无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应当怎么做。我们进入这篇诗篇里面，我们进入这篇诗篇里面，这篇诗篇分两段，按照那个细拉，这篇诗篇分作两段，按照希拉一到三节，四到七节。一到三节，四到七节。第一段是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第一节，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第一段我们就是要投靠神的名。第一段我们就是要投靠神的名，我的标题是投靠神的名，标题是投靠神的名，或者投靠神，或者是投靠神。为什么这里讲到投靠神的名呢？为什么这里讲到投靠神的名呢？因为呢，是其实在这首诗篇里面呢，很着重神的名。其实在这一篇诗篇里面，他很着重神的名。求你以你的名救我，求你以你的名救我。第六节说，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第六节说，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很强调神的名，很强调神的名。一个困苦穷乏人，一个困苦穷乏人，他是无依无靠的时候，他无依无靠的时候，他可以怎样，他可以怎么办，他可以来到圣殿当中，他可以来到圣殿中来投靠神，来投靠神，求神保护他，求神保护他。他要来到圣殿当中，他要来到圣殿中，他要睇见神系佢嘅帮助，他要看见神是他的帮助。但系佢唔可以入圣所嘅，但是他不能进圣所，佢更加唔可以入至圣所，他更不能够进至圣所，佢只可以喺祭坛嗰个地方，他只可以在祭坛那里，喺院子入边，在院子里面。在那里献祭，在那里献祭，在那里敬拜，在那里敬拜，在那里投靠神的同在，在那里投靠神的同在。神的名就是讲神的同在，神的名就是讲到神的同在。一个普通人他见不到神，一个普通人他见不到神，但是他可以进入神的同在，但他可以进入到神的同在里，就是神的名，就是神的名。圣殿是神的名的居所，圣殿是神的名的居所，所以他是进入院当中，所以他进到院子里，他来看神，他看神，他在神的名里面，他在神的名里面。所以这里就说神啊，所以这里就说神啊，就是 God God
By your name. By your name. Save me. Save me. 这也是三个字。这也是三个字。God. God. By your name. By your name. Save me. Save me. 神啊。神啊。透过你的名。透过你的名。用你的名。用你的名。救我。救我。我现在来到你的名入边。我现在来到你的名里面。这个地方是你名的居所。这个地方是你名的居所，是你自己讲的，是你自己说的，你对所罗门这样讲的，你对所罗门这样说，这是称为我名下的居所，这是称为我名下的居所，你在这里设立宝座，你在这里设立宝座，这里是你名所住的地方，这里是你的名所住的地方。 God, by your name, save me. God, by your name, save me.在无依无靠的时候，在无依无靠的时候，可以来到圣殿入边，可以来到圣殿里面，求神拯救，求神拯救。By your strength, by your strength, judge, judge. 透凭你的大能，凭你的大能，伸冤，伸冤。他要睇到神用佢大能嚟为佢伸冤。他要看见神用他的大能来为他伸冤，这个亦都系佢嘅祷告。这也是他的祷告。无依无靠嘅时候，可以嚟到殿当中，你咁样向神嚟呼求。无依无靠的时候，可以来到神的殿中，这样的来跟他呼求。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就系嚟到神面前啦。就是来到神面前。去进入神的圣所，神的居所。进入神的圣所，神的居所。神啊，听我祷告啦。神啊，听我祷告。听我口中的言语啦。听我口中的言语。来到神面前可以祷告。来到神面前可以祷告。可以讲嘢。可以讲话。神啊，你听啊。神啊，你听。神啊，你听我讲嘢啊。神啊，你听我讲。讲咩嘢咧？说什么？讲我的困境啊！说我的困境，佢又带住佢一切嘅需要嚟到神面前。他带着他一切的需要来到神面前，期待神嘅拯救，期待神的拯救，同埋伸冤，还有伸冤。神啊，你要讲啦！神，你要说，呢个系我嘅困难，这是我的困难，系我嘅处境啊！是我的处境。神，你说，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听神啊，外人起来攻击我啊！神啊，外人起来攻击我，不属于你的百姓啊，不属于你的百姓，不属于你的子民，不认识你的人啊，不认识你的人，这些是外邦人啊，这些是外邦人。我们遭遇很大的困苦啊，我们遭遇很大的困苦。强暴人要寻索我的命，强暴人要寻索我的命。我的命是岌岌可危，我的命是岌岌可危。正如今日的这个新型肺炎，正如现在的新型肺炎，或者香港的百姓面对政局很大的改变，或者是香港的百姓面对政局很大的改变，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殿当中，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殿中呼求神，来呼求神。无论你什么政治立场，无论你是什么政治立场，无论在反修例这件事情里面，无论在反修例这件事，你的立场是怎样，你的立场如何，你都可以来到神的殿前来祷告，你都可以来到神的殿前祷告。因为每一个立场你都觉得你是被攻击的，因为无论任何一个立场都是觉得被攻击的。我们又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我们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无论边个立场，你都睇对方系强暴人嚟嘅。无论任何一个立场，都看对方是强暴人。
而在今天这个新型肺炎的情况，而在今天这个新型肺炎的情况，这个的瘟疫，这个瘟疫也都是寻索我们命，也是寻索我们命的，或者是面对一个要毁灭我们的权势，或者是面对一个要毁灭我们的权势，这个是一个困苦穷乏人，这是一个困苦穷乏人，他面对这样权势的攻击的时候，他要面对这权势的攻击的时候，就好像大卫面对扫罗同埋西弗人的追杀一样，就好像大卫面对扫罗跟西弗人的追杀一样，面对多益一样，面对多益一样，这个黑暗的势力来攻击，这个黑暗的势力来攻击，这个人来到神的殿当中，这个人来到神的殿中，哇，神啊，他说：“神啊，透过你的名，透过你的名救我，救我，你的大能，你的大能，伸冤，伸冤，听啊听啊，神，听我的祷告啊，听啊听啊听啊，神，听我的祷告，明白我的处境，明白我的处境，黑暗的权势攻击我，黑暗的权势攻击我，我就来冇命，我就来没命了。这个黑暗的权势是点啊？这个黑暗的权势是怎样的呢？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讲，对当时以色列来说，可能是外敌的攻击，可能是外敌的攻击。可能是那些不信神的人很欺负犹太人，可能是不信神的人欺负犹太人，他是非常之艰难，非常艰难，可能王都没理他了，可能王也不理他了，司法制度各方面都很难了，司法制度各方面都很难了，他怎么呢？怎么办？他最后最后，他最后最后，他低到一个地步，他都可以来到神的殿当中来祈祷。他低到一个地步，都可以来到神的殿中祷告，进入神的名，进入神的名，进入神的名的居所，进入神的名的居所，救我，救我。这一个攻击他的权势呢？这个攻击他的权势。啊，这里补充了一句。这里补充了一句，亦都系好重要，很重要的。他们眼中没有神，他们眼中没有神。佢话佢哋眼中没有神啊。他说他们眼中没有神。They have not. They have not set God before them. Set God before them. 我哋将佢翻为他们眼中没有神。我们把它翻作他们眼中没有神。原文是他们没有将神放在前面。原文是他们没有把神放在他们前面。他没有将耶和华放在他前面。他没有把耶和华放在他前面。就是说他们行事看不到神。也就是说他们行事是看不见神的。不当有神的。不当有神的。他们不见神的。他们不见神的。他们不觉得有神。不觉得有神的。他们凭他们所想到所想的就去做了。他们凭他们所想所见就去做。他们不敬畏神。他们不敬畏神。凡事呢都当神没到。凡事都没有把神放在眼里。这个、是那个黑暗的权势。这是黑暗的权势。是寻索这个困苦穷乏人的权势，是寻索困苦穷乏人的权势。当人面对这样的时候，当人面对这样的时候，他面对死亡，他面对死亡，他面对攻击，他面对攻击，他的命岌岌可危，他的命岌岌可危，他可以来到神的殿当中，他可以来到神的殿中祷告，祷告。嗱，嚟到呢度啦，我要问大家，来到这里，我要问大家，亦都问线上我哋所有嘅弟兄，也问线上所有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这样做呢？你是不是这样做？当你面对艰难的时候，你是不是这样做？当你面对艰难的时候，你是不是这样做？就来到殿当中，就来到殿中，来寻求神，来寻求神，祷告神，祷告神。当有困难的时候，当有困难的时候，你就来到神的殿当中，神啊，我要进入你的名的居所。你就来到神的殿中，说神啊，我要进入你名的居所。寻求你的同在，我要寻求你的同在。是你的同在拯救我，是你的同在拯救我。所以 God save, God save through your name, through your name, God through your name save,
God through your name save. 定係咧？你面对困难的时候，还是说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你第一个反应，或者你不断的反应，或者你不断的反应，是靠你自己的人际关系，是靠你自己的人际关系，靠你的钱财，靠你的钱财，靠你的势力，靠你的势力，靠你自己的办法，靠你自己的办法，你不是靠神，你不是靠神，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在政治上，在政治上，在台湾就靠政治运动，在台湾可能就是靠政治运动。无论选举赢了定输了，无论选举赢了还是输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你是靠什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你在靠什么？在香港也是，在香港也是如此。在选举里面，在选举里面，你是靠什么？你在靠什么？如果你靠自己，如果你靠自己，你就也都是等于这个没有将神放在前面的人一样，你也等于是没有把神放在前面的人一样，你是不信，你是不信的。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就是你的反应，你的理念，是你的反应，你的理念，你都相信神，你都相信神，你都投靠他，你都投靠他。在今天的瘟疫的日子，在今天瘟疫的日子，我们也都是，我们也是，我们要这样来投靠神，我们要这样来投靠神。当然我们有信心有理性，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卫生，当然我们有信心有理性，我们要把卫生做好，但是我们真系咧，知道我哋嘅生命喺神手中。但是我们真知道我们的生命在神手中。救我哋嘅系神嘅名。救我们的是神的名。我哋嚟睇第二大段。我们来看第二大段，四到七节啦。四到七节。我俾个标题咧，就系我们信靠神。我给他的标题是我们信靠神。刚才我说了第四节很重要，刚刚我们说了第四节很重要。看见神我的帮助者，看见神我的帮助者。跟着下一半，四节的下半，四节的下半，主，主，就是 the Lord， 就是 the Lord， the one uphold， the one uphold My soul， my soul， 又是三个字，也是三个字。The Lord， the Lord。嗱，我哋漏咗 Lord 呢个字啦。我们把那个 Lord 那个主那个字漏了。The Lord， the Lord 就是上主，就是上主。主，主。The one uphold 就是扶持我的。The one uphold 就是扶持我的。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我就将。翻为我是扶持我命的，我们就把它翻译作是扶持我命的。主，主是扶持的那一位来的，是扶持的那一位。我的命，我的命，就是主扶持者，主扶持者，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主是扶持者来的，主是扶持者。看见二零二零，看见二零二零。今日神又用诗篇五十四篇同我哋讲。今天神又用诗篇五十四篇跟我说，神我嘅帮助者。我们要看见神，我们的帮助者。我哋要看见主，我们要看见主，我生命嘅扶持者，我生命的扶持者。主系我生去扶持嘅意思，托住我命嘅意思，托即系扶持系托住咁嘅意思。扶持是托住的意思。扶持嗰字原文系托啊！扶持原文的意思是托。神系托住我嘅生命。神是托住我生命的。嗱，我哋嚟到神嘅圣所入边。我们来到神的圣所。你向佢祷告，进入佢嘅同在当中。向他祷告，进入到神的同在里。我哋要看见神系帮助嘅我嗰一位。我们要看见神是帮助我的那一位。我哋要看见神。我们要看见神。我嘅帮助者。我的帮助者。我哋要看见主，
我们要看见主。他是我扶持者来的，他是我的扶持者，是我生命的扶持者，我生命的扶持者。看见神是帮助，看见主是扶持，看见神是承托我的位，他是帮助，他是扶持，他是承托我的，他是包住你，他是托住你，他是包住你，他是托住你。特别在今天的瘟疫的日子，特别在今天瘟疫的日子，神真是，我们真的要看见神是托住我们，神是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看见神是托住我们的，是帮助我们的。他是这样一位神，他是这样的一位神，他不是弃绝我们那一位，他不是弃绝我们的那一位，他是帮助者，他是扶持者，他是帮助者，他是扶持者，他是我们的 helper， 他是我们的 helper， 他是我们生命那个的承托者，他是我们生命的承托者。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在这个瘟疫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这样去看见我们的神。在瘟疫当中，我们真的是要看见这样的来看见我们的神。他是帮助，他是扶持，他是帮助，他是扶持。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他很相信神是报应他仇敌所行的恶。他很相信神是那个报应他仇敌所行的。神要报应的，神要报应。这些仇敌，这些黑暗权势来攻击我，神要攻击他。这些黑暗权势来攻击我，神要攻击他。神啊，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神啊，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这个也是我们对今天我们的病毒，神啊，你灭绝这些病毒。这也是今天我们对我们的病毒说话，说神啊，你灭绝他们。而对当时来说，是诗人他面对的是攻击他的仇敌。而就当时来说，是诗人面对那些攻击他的仇敌。对大卫来说，就是我们很难说扫罗，因为大卫都不想都不杀扫罗，他跟着扫罗来找他之后，他有机会杀扫罗，他都不杀的。对大卫来说，我们也很难说是扫罗，因为其实他有机会杀扫罗了，他都不杀。但是这里所指的外人是黑暗的权势，这里指的是指外人，是指黑暗的权势。诗人求神，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诗人就说，神啊，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这个困苦人就说，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你的名本为美好。困苦人就说，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你的名本为美好。他在无依无靠的时候，他走来靠神。他在无依无靠的时候，他就跑过来求神。神的名是他的帮助，神的名是他的帮助，是拯救他，是拯救他的，是为他伸冤那个，是为他伸冤的那个。我要称赞你的名，他说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这名本为美好。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他从一切急难中把我救出来。这里原文有个因为，这里前面原文有个因为，很平衡的，很平行的。第一段的第三节呢，那里也有一个因为。第一段的第三节有一个因为，是最第一段的最尾那节，就是等于第一段的最后一节。然后第二段最尾那节也是一个因为。那第二段的最后一节也有一个因为，因为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因为他从一切急难中把我救出来。这里他的宣告，这是他的宣告。他说我要，我用信心来献祭，他说我要用信心来献祭，称赞你的名，称赞你的名。其实他怎样投靠神的名，他怎样投靠在神的名呢？他这里已经用一个 prophetic act， 我感谢你，他用一个先知性的行动说，我感谢你，我称赞你，我献上我的礼物，我献上我的礼物，我献上我的感恩祭，我献上我的感恩祭。你的名实在美好，你的名实在美好。在你的名当中，我已经知道我已经得救。在你的名当中，我知道我得救了。你已经从一切的急难中将我救出来，你已经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最后这一句就可圈可点了，最后这句就可圈可点。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的仇敌。在我献祭的时候，在我献祭的时候，我们
看见仇敌遭报，遭报呢就是没原文没有这个字。我们这里说看见仇敌遭报，但原文没有遭报这两个字。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的仇敌，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的仇敌。是向我的眼看见仇敌，我的眼看见仇敌。在献祭的时候，在献祭的时候，在他感恩的时候，在他感恩的时候，他先看见神，他才看见神，进入神的名，进入神的名，看见神啊，看见神，帮助，帮助者，帮助者，看见主，看见主，是他生命的扶持者，是他生命的扶持者，他就献上他的感恩祭，他就献上他的甘心祭。他说你从一切的，因为你从一切急难中拯救我，因为你从一切急难中拯救我，我的眼都看到我的仇敌，我的眼也看见我的仇敌。神你是报应的一位，神你是报应的那位，神你是除恶人的一位，你是除恶人的那位。神啊，我看到我的仇敌，神我看见我的仇敌。他在灵里他真的看到，他在灵里他真的看见，看见2020，看见2020，我们要看见神，我们要看见神，也都看见追杀我们的权势被神是处理了，也看见追杀我们的仇敌被神处理了，看见神伸冤，看见神伸冤，神的大能，神的大能伸冤，是这首诗篇所说的，这是这首诗篇所说的。所以这里呢，我们也都看到了，在第一段的尾呢，我们也看见第一段的结尾，这些黑暗权势，这些仇敌呢，他们没有将神放在前面，这些黑暗权势没有把神放在前面，但是呢，是我们投靠神的人呢，我们是看见神的，但是我们投靠神的人，我们看见神，并且我们在看见神当中，我们看见仇敌遭报，并且我们在看见神的时候的当中，我们看见仇敌遭报。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有这个信心，相信神要对付我们的仇敌，相信神要对付我们的仇敌，相信神要从一切急难当中拯救出来，相信神要在一切急难中把我们拯救出来。这个是当我们面对攻击的时候，这是当我们面对攻击的时候，我们倚靠神，我们倚靠神，我们对神的倚靠，我们对神的倚靠。最后呢，我要讲，最后我要说，其实整个世界来讲，日子是好像越来越艰难。其实就整个世界而言，日子越来越艰难。无论是政治的发展，无论是政治发展，会越来越艰难，会越来越艰难。无论是世界上自然环境的继续的发展，也都是越来越艰难，或者是世界上自然环境的发展也越来越艰难。政治上是每个国家都是保护自己了，政治上每个国家都是保护自己，还有国家里面有很多的撕裂了，国家自己里面，国家自己里面很多的撕裂，就算香港的城市，我们都面对城市的撕裂了，纵使是香港的城市，我们也面对很多撕裂，两代又没有办法了，两代也没有话聊，人与人之间呢，亦都系壁垒分明啊！人与人之间也被壁垒分明，甚至去到今日咧，甚至到今天，连我让我好为香港引以为荣嘅系一样嘢，我哋香港人咧系好有礼貌、好守法嘅。让我很以香港人为荣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很有礼貌、很守法。我哋香港系忠信之城嚟嘅，香港是忠信之城，我哋好有 integrity， 我们很有品格的。但是今天面对这个疫情，但是面对这个疫情，我们看到这些一切我所骄傲的东西荡然无存，我们就看到一切我所骄傲的东西都荡然无存。我们可以抢口罩，我们可以抢口罩，我们可以打劫厕纸，我们可以抢卫生纸，打劫卫生纸。这个是香港的环境，这是香港的环境。台湾有台湾的环境，澳门有澳门的环境。台湾有台湾的环境，中国有中国的环境，澳门有澳门的环境，中国有中国的环境，欧洲有欧洲的环境，欧洲有欧洲的环境。其实都是不好过的，其实都不好过。这个是政治环境，这是政治环境，社会心理环境，社会心理环境，还有呢，大自然的环境，大自然的环境。
亦都系越嚟越唔好，也越来越不好。臭氧层嘅破裂系越嚟越大嘅，臭氧层的破裂越来越大。地球嘅carbon dioxide 二氧化碳系越个含量越嚟越高，地球的二氧化碳含量越来越高，连系即系南极啊，南极都系好温暖，越来越温暖。其实呢个系好大好大人类嘅敌人，呢个真系一个神秘嘅力量，毁灭紧地球嘅力量。这是很大很大，人类的敌人是一个神秘的力量，毁灭地球的力量。当地球嘅气候咁改，个臭氧层咁样大，二氧化碳越嚟越多嘅时候，整个气候会改变啦，全球暖化啦。当这些的破坏越来越大的时候，全球暖化就越来越严重。啲冰会融啦，冰就融了。山上嘅雪会碌落嚟啊，山上的雪就下来了。自然环境改变啦，自然环境改变了，天气越嚟越热啦，天气越来越热，越嚟越干燥啊。越来越干燥，旱灾啦，旱灾，旱灾完之后咧，又会系水灾啊，旱灾之后又水灾，跟住蝗虫就嚟啦，然后之后蝗虫又来，仲有好多病毒会发生，还有很多病毒又发生，整个大自然嘅秩序系被打乱晒，整个大自然的次序都被打乱了，好多嘅生物会冇咗，很多生物会灭种，整个 ecosystem 系大乱啊，整个生物链就大乱，整个。System, 生态平衡，生态平衡就大乱，就唔平衡啦，就不平衡了。我哋面对紧咁样嘅处境，已经进入咗嘅。我们已经进入这样的处境，但系有啲嘅国家都要退出呢一个嘅减碳嘅巴黎合约嘅。但是有些国家还是要退出减碳的巴黎合约。有啲国家话喺入边，但系又唔遵守嘅。但是有些国家它在里面，但是也不遵守。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多灾难，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多灾难。其实这样发展下去，演变成大灾难、大灾难、大灾难。其实这样发展下去，就变成大灾难、大灾难、大灾难。我们看到澳洲的山火，跟着水浸。我们看见澳洲的山火，然后水灾。欧洲的水浸。水灾。巴西。巴西。亚马逊河的树林。亚马逊河的树林是地球的废嚟嘅，是地球的废，堪称是地球的废，是亚马逊河的树林。地球的废就是亚马逊河的丛林。现在我都知道呢个树林，好多树都被烧晒。我们知道这些雨林，它的树都被烧光，因为太干啦，因为太干了，一闪电，一闪电就烧啊，火烧树，然后就火烧山，巴西都救唔到啊，巴西都救不了。二氧化碳越来越多。二氧化碳越来越多，啲树又烧到好多，啊，树也烧掉很多，二氧化碳又更多，二氧化碳就更多，啲树木嚟排除二氧化碳嘅树木又少咗好多，那能够排除二氧化碳的树木又少了更多，人类又排出更多嘅二氧化碳，那人类又排出更多的二氧化碳，工业革命之后就不断嘅制造二氧化碳，工业革命之后就不断的制造二氧化碳。直到今日，直到今日，而且会越来越凶，而且是越来越凶恶。啊，这个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困难。这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困难。我觉得教会要面对这件事。我觉得教会要面对这件事。但面对这些困难，面对政治环境，面对经济环境。但是面对这些困难，面对政治环境，我们真的好像困苦穷乏人一样。我们真的好像困苦穷乏人一样。我们真的要大家一起来到神的殿当中，我们真的大家一起来到神的殿中。当然现在不可以回教会了，因为教会暂停，当然现在不能够回教会，因为教会暂停。你就要在你自己的 hiding place， 你就要在自己的 hiding place， 你自己同神亲密的地方，你自己跟神亲密的地方，呼求神，呼求神，我们倚靠神，我们倚靠神，神是我的帮助，神是我的帮助，神是我的伸冤者，神是我的伸冤者，神是拯救我命，神是拯救我命的，我们要求神拯救地球，我们要求神拯救地球，我们要向神来献感恩祭，我们要向神来献感恩祭，我们相信真的只有神出手，我们相信真的只有神出手，阿们，阿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必帮助我们一起站立。
神是我们的帮助，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来的耶和华， Amen。 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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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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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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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主，我们帮助从你而来。主，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你是我们唯一的帮助。主，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全心信靠你，全心跟随你。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你是我永远的依靠，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每当我
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你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主啊，你是我，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坚持你，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身体就在不远前方。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你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高举我们的双手来宣告，主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坚持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身体就在不远前方。祝你是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这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身体就在不远前方。你是我，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这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们全心敬拜，身体就在不远前方。里边你不断嘅施行拯救嘅工作，我多谢你咧，喺我两次嘅撞车嘅里边，你都拯救我嘅生命不死。主啊，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喺我婚姻嘅里边，我系失败嘅，但系你拯救我，你使我可以有婚姻，你使我可以认识你。主啊，呢个系你嘅恩典。主啊，我多谢你，你真系我永远嘅依靠。弟兄姊妹，我哋都嚟到神嘅面前去祷告。你在什么的低谷的里面，你在什么的困境当中，现在就开声跟耶稣讲，耶稣在垂听我们，他听我们，他看见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苦情。现在你就开口去祷告，我们来到殿中，来到神的面前去寻求他的名，而都要见到他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去成就美好的成就。我们一起开声去祷告。
主耶稣，你在我们的当中，圣灵，我多谢你现在就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来到承认我们的心里面是刚硬，我们都是靠自己。主，当我们讲话我们遇见很多艰难困苦的时候，甚至主，我们口里面都讲不到出来。主，因为我们没有看见你在我们的当中，没有看见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有一个安静的时间。主，我求你跟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说话。主，我们都是惯了依靠自己，困苦艰难来到的时候，身体有疾病，主，我第一样你想的就是我要找医生。财政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就是想着去找人帮助。神，好像我们都见不到你，你永远是我们的 second choice。 主，求你帮助我们，让今天藉着经文，主，你让我们看到，就是主，你是听我们祷告。神啊，你是留心听我们口中的言语。主，你是听我们祷告的，你是留心听我们口中言语的神。主，我们将我们的艰难困苦都交给你，无论我们心中的恐惧，无论外在环境的这个的逼迫，仇敌的攻击，圣灵，求你现在在我们弟兄姊妹在孩子的身上边，心里边去落下一个印，就是主，你话语里边讲，就是你听我们祷告，你是留心听我们口中言语的神。主，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同的来到祈祷，就是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来到救我们。主，在困难里面求你救我们，我们可以捉住的就是你的名，求你大能的名来到救我们。主，我们唯有凭着你大能为我们伸冤。 By your strength， 神啊，你是大能大力的神。主，今天你要为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伸冤，你要用你的名来救我们每一个从困境里面，从黑暗里面去救我们出来。主，因为你是听我们祷告，你是留心听我们言语的神。主，我们陈明我们的苦况，以你的名必定来拯救我们。主，同样求你的同在透过这个网络去到每一个现在被隔离的人，去到每一个病患者的病房里面。主，你的灵带领这个话语，带领你的同在去到钻石公主号，现在不可以落选怀疑受感染的人，回不到家的人，我们的家人，现在他们落在极大的困难里面。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拔我们，凭你的大能为我们伸冤。神啊，你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现在这个瘟疫来追赶我们，我们好担心，我们好惧怕，在这个船上完全没有任何的帮助，只可以困在房间里面，吃的东西是冻的，
家人亦都唔喺身边，叫天不应，叫地不闻。主喺呢个全然无依无靠嘅时候，主啊，我哋倚靠你嘅名，我哋倚靠你嘅名。神，你系我哋嘅帮助，系扶持我命嘅。主，我哋将每一个而家喺被隔离、怀疑受感染，甚至而家已经入咗病房里面，无依无靠，甚至冇任何药物帮助嘅感染者、怀疑感染者，我哋嚟呼求你，神啊，你系我哋嘅帮助，神啊，求你嚟帮助我哋。求你来帮助我们，我要看见，我要看见。主啊，让我哋看见你，如同大卫看见神是帮助。主，我哋看见你系我哋嘅帮助。我要看见，我要看见。主，我哋看见你嘅帮助。我的神，我生命的扶持者。主，你扶持我哋嘅生命。我要看见，让我哋一同站立。我要看见，我哋一齐以神嘅名嚟宣告。神的帮助，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的神，我生命的扶持者，我的神，我生命的扶持者，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在你眼前不
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怜悯，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的安息在你眼前。甘心祭来到献给你，耶和华，我要将甘心祭来到献给你，因为你的名是配得我们称赞，我们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本为美好。主，我们多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帮助者，你是我们的扶持者，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神你就来到帮助我们每一个。主，我们多谢赞美你。主，仇敌不能够将你放在他们的面前，仇敌的目中见不到你，他们的眼中没有神，但是主啊，你常在我们的眼前，你常在我们的眼前，好像仿佛你的 partner 就是神一样。我们戴上我们的口罩，好像我们的 partner 就是神一样。我们要一路的祷告，就是神啊，我要将你放在我的眼前，我要常常的见到你，无论我的行事为人，无论在急难在艰难的里面，我都来到倚靠你。我们好不好一号二号呢，我们开始轮流的来到祈祷。我们请二号的可以祈祷了，你望住对方的时候，甚至你闭上眼睛，灵里面仿佛神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常常让神就在我们的面前，因为我们是要成为神，我们不是恶人，我们单单的来到以神为我们的神。主，我多谢赞美你，在2020的里面，主，我们要看见，主，我们不单止是看见神你怎样的来帮助我们，看见神你怎样的来到高举我们，在仇敌的面前你将我们来到高举，来到保护我们。主，并且我们要看见神你是帮助我们的，主，我们多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扶持者，你是我们的帮助者，神，我多谢你。神，我们多谢你，你创造天地万物，你做了这么美好的地球给我们在上面居住。主，你做那一天你说甚好，你跟亚当说要治理管理这地，空中的鸟，水里的鱼，地上的走兽，你全部都给人去管理。主，但是我们承认我们管理得不好，我们现在令到地球千疮百孔，
过分的砍伐，过分的采摘，主要令到地球受伤，我们居住的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越来越差。主，你赦免我们做得不好，甚至我们很多个国家都不肯去加入这个减碳的行列的里面。主，我们真的亏欠你起初的创造，我们亏欠你起初的托付。主，以至于地球现在很糟糕，神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你赦免我们不要好好地去保护地球，以致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大火、蝗灾、旱灾、水灾。主，仇敌就藉着这些来攻击我们了，神求你来赦免我们，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大大的去得罪你。主，你将这个这么美好的地球给我们居住，但是我们亏欠你，只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而且给我们知罪，给我们能够悔改。主，我们多谢你。主，我们宣告你的话语就是，神啊，你要从一切急难中将我们救出来。主，你要从急难里面将我们救出来。主，我们宣告在地球的急难里面，主啊，你同样的来将我们救出来，好不好？我们一同的来为着我们整个的地球来到祈祷。我想请你，如果是一至到四月生日的，我们为着地球这个的减少排放这个的二氧化碳来祈祷，无论汽车的二氧化碳，无论很多的这些释出二氧化碳的工业，我们求神来将智慧谋略都来到给各国的政府和所有的机构，减低排放这个的 CO2 这个二氧化碳。另外如果你是五至到八月生日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来到为着我们每一个的每一个的，除了这个的二氧化碳之外，我们都为着每一个的这些的政府，他们能够在协议的里面，无论是任何的他们协定的里面，我们宣告这些政府都愿意守约，愿意在减碳的里面，甚至在他们的措施里面去采取拯救地球这个生态环境的措施。我们都为请之后几个月生日的弟兄姊妹去为着我们每一个，甚至特别为着香港来到祈祷。我们宣告在香港里面，我们要吸到新鲜的空气，甚至政府来采取有效的措施，是为着整个生态环境，香港的生态环境来到去采取措施去保护，好吗？我们三个的祈祷，我们三声哈利路亚的时候，我们开声一起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多谢你是拯救我们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啊， By your name save me, By your name save the world, By your name save the world。 主啊，这个是你的心愿，主啊，你的名要拯救这个世界，唯有你才可以让人活出爱，爱是你手所做的。主，求你怜悯我们香港，怜悯我们全地，主啊，让这个的排污，让这个环保的意识进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香港人，每一个地球上存在的人的里面。奉耶稣的名宣告，各国的政府都起来拯救这个地球，主啊，因为这个是你所爱的。你都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现在无论蝗虫，无论瘟疫，无论是旱灾，无论是天灾，主啊，在这些环境里面，我们定睛仰望你，因为你的名拯救我们到底。主，我们多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
全地，你掌管整个嘅地球。当头先一路敬拜嘅时候，我听到神去同我哋讲，地球释出呢一啲嘅二氧化碳，好多嘅废气，好多嘅毒气。神更加想嘅就系我哋嘅心里边释出嘅系 kindness， 好唔好咧？我哋将我哋嘅手咧放喺我哋嘅心里边，我哋求神咧去帮助我哋。我们祷告地球不要释出这些的毒气，这些的二氧化碳。主啊，今天我们都求你帮助我们整个人，无论我们的言语，无论我们的心，都不要释出这些的毒气，这些的苦毒，这些的自私。主啊，我们的心里面释出的是一份的 kindness， 是神你的慈爱。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都为我们的心来到祈祷，我们每一个人来到释出神的属性，释出神的这个的慈爱的时候，整个地球都要改变。我们开声来为着自己的心来到祈祷。主，我多谢赞美你。主，求你洁净我哋每一个人嘅心，每一个人嘅灵。主，以致我哋口中嘅言语，甚至我哋所行出嚟每一件事，主啊，都有你嘅样式。我哋带住嘅唔系臭气，我哋每一个人彰显出嚟带住嘅系基督你嘅香气。主啊，求你帮助我哋，从我哋开始。主啊，将我哋嘅惧怕，将我哋嘅自私，将我哋单顾自己嘅，主啊，你都攞走。主啊，愿意我哋每一个人都嚟到，将你嘅 kindness 嚟到释放喺全地嘅里边，喺香港嘅里边，甚至我哋嘅家庭里边。主啊，送我哋多谢赞美你，多谢你与我哋同在。祷告奉主名求，阿门，阿门。我哋俾掌声主耶稣。我们不单止要释出这个 kindness everywhere，
昨日我哋教会咧，好感恩有肢体咧捐出1000个口罩，咁结果我哋有200个家庭受惠，我哋俾掌声主耶稣。虽然呢个地球好似越嚟越好多嘅影响，但系我哋真系要 kindness everywhere。感謝神，撒瑪利亞人這個的信息要進到很多人的心裡面，他們要認識神的名，他們要認識神的美善，就是透過這些 kindness 的行動，讓我們一起舉手，我們繼續的為了神的名要在全地要被高舉，透過 kindness 的行動讓人來認識神的名，我們一起開聲的來禱告。主，我多谢你，多谢你让有肢体可以捐出1000个口罩。主，其实呢一班人，好多人都未信耶稣噶，总共有10个人，琴日嚟到教会，带咗成千几个口罩嚟到呢一度，一齐包装，一齐送俾人。主，我赞美你，喺呢啲咁善心人里面，其中有4个人接受咗耶稣，我哋向你献上大大嘅感恩。主啊，香港仲有好多善心人噶，仲有好多环保人士噶。主，求你改造我哋嘅心，当我哋愿意用你嘅名，我哋讲俾人听，你嘅名系爱，你嘅名系怜悯，你嘅名系恩慈，你嘅名系平安。主啊，更多人要认识你，佢哋就得着属天嘅帮助。我哋赞美你，主，我哋都要成为一个 kindness everywhere 嘅人，将你嘅名大大嘅被高举。哈利路亚，主，我哋赞美你。一步又一步，看得随着我，爱一直都在。一天又一天，看得随着我，爱一直都在。Forever, forever love, forever more, 让我更深明白爱。Forever love, forever more, 让我更多充满爱。神的作为是多么美好，神的大能是多么奇妙，小山可以挪开，大山可以挪开。神的作为是多么美好，神的大能是多么奇妙，神的开的处处都在。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是多么美好，神的大能是多么奇妙，小山可以牵引，大山可以挪开。神的作为是多么美好，神的大能是多么奇妙，神的开的处处都。我想要分享了，先神后人在大地，我们也就是要爱神爱人爱大地，大地是很重要的，当然人更重要，当然神最重要。 Amen。 在我们的核心价值里面，我们先要第一是神，第二是人，第三是大地。现在大地受伤了，你看前一阵子也有不断的，我们看听到美国一些的地方山火，是不是烧的很多很多的树，有一些房屋都被烧毁。要是澳洲、巴西，地上的树林呢越来越少，都被烧毁。为什么会被烧呢？也是因为天气太热了，闪电、雷轰，然后树林就会着火了，太干了。那为什么会太干呢？也是臭氧层破洞了，破洞越来越大，天气改变，万物都遭害了，这个环境又越来越往下走。
现在我们面对这个新型肺炎，新型肺炎，武汉肺炎，大家知道吗？地球的肺正在患肺炎，所以现在的状况是彰显出来。阿姆森河，巴西亚姆逊河流域是地球的肺，这个肺受伤，烧火烧烧很久很久，巴西都搞不定，要列国出手帮忙。澳洲的问题，地球的肺现在患了新型肺炎，所以我们现在有新型肺炎了，这是灵里的里面的彰显出来。我们把眼睛闭起来，请现在的弟兄姐妹，线上的弟兄姐妹，你都跟我来祷告。天父爸爸，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从工业革命以来，我们对地球就不好了，我们没有爱这个大地，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求你也给我们智慧，懂得怎么样减排，减少二氧化碳。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恩典，继续求你继续把这个感动放在全世界的人心中，让我们一起爱神爱人爱大地，而不是单顾自己，眼中无神，没有也不爱人，也践踏大地。主啊，施恩赦免我们，我们在你殿中，在你的同在里边，我们向你来呼求。求你听我们的祷告，留心听我们口中的言语，我们的眼睛要看见仇敌遭报，我们的眼睛要看见神我们的帮助者，看到主我们生命的承托者。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祝福我们，也祝福大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也奉主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愿神的慈爱在你里面，愿神的启示每一天引导你，让我们起来爱神爱人爱大地，让我们每一个人跟整个世界环境，跟人跟自然界都有美好的关系。我也奉主的名祝福你，大地要为你来效力，大地的肺炎并不临到你的身上，因为我们是爱大地的人，大地要为你来效力。我们顺服神，我们爱人，我们爱大地，我们的地图就必定为你效力，而不是产生今天的瘟疫。瘟疫必不得临近你，你的居所，你的教会，你工作的地方，你的范围里边，无论你到哪里，神的灵都保护你，大地也要保护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谢谢主，祝福大家。